没想到失去了王室之血后，我什么都做不到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。和你同样的，一直以来我都在依赖王室之血，在重复的时间中甚至渐渐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人类。本属于黑火的这份力量已经消失，但我还有属于我自己的力量。作为人的力量。